最近二师兄在僵尸模式吃了把鸡啊，他就天天嘲笑我，我就搞不懂了，不就是在僵尸模式吃了把鸡吗？有什么好嘚瑟的呀？今天我也来吃把鸡给二师兄看看，哼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不说了，等我先搜会儿装备。我记得上次有小伙伴推荐我说带一把满配的 S12K 啊，打僵尸很管用的，还说如果骗我他就会寄一箱辣条作为补偿。哦，我去，那可是一箱辣条呀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肯定得带上呀，哪怕不好用，啊，我至少也能得到一箱辣条嘛，对不对？稳赚不赔呀。你们看，只要爬上去僵尸就打不到你了，来呀，来打我呀，哈，就是打不到我吧，气不气？啊，打僵尸轻轻松松好吗？为了能吃鸡，我可是认真做过功课的。话说刚刚的 S12K 还真的是不错，威力大，就是子弹少了点，不过装个快扩也勉强凑合着能用。咦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新家的地点吗？难道这是僵尸老巢？我去，这建筑看起来就很厉害呀。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。这是啥呀？就这么点僵尸，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，简直是不堪一击。我去，这是啥呀？我靠，放下你的大锤子，咱们有话好好商量。哎，我去，吓死我了，原来还是个隐藏 boss 啊。哦，不过说实话， AWM 八倍镜打僵尸也没什么用啊，好可惜呀，不然我就拿了。又到黑夜了，不过没事，我有 S12K， 来呀，打我呀。哎，怎么没子弹了呀？我去，队友怎么死了？僵尸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根本扛不住呀。我去，你盯着我打呀，兄弟，我还有两个队友呢，你打他们呀。啊，总算天亮了，你们猜猜这把我杀了几个僵尸？整整106个，你敢信？哎，前面还有个 boss， 话说这 boss 看起来挺厉害的，不过实际战斗力嘛，你们看看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哦，怎么又是 AWM 呀？打僵尸没用啊。哎，还是用我的 S12K 吧。不对，好像没有僵尸了。哎呀，我怎么给忘了呀？完了完了，我这就一把还剩这点子弹的 M4， 要怎么打呀？哎，不管了，只能抱紧队友的大腿了。这边有一个，搞定。哎，我队友怎么倒了？我去，怎么又死了一个？还有6个人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了，这要怎么打呀？看来这把是吃不了鸡了。哎，还剩4个了，不会1v3吧？怎么办？好慌啊！爬这儿吧。哎，不行，爬这里也不行。要不就这儿吧。哎，也不管了，就这儿吧。悟空，哪里打我？我去，这我都能活下来，你敢信？1v1了。冷静，冷静！看到你了！哎呀，怎么还缩圈了？我和你拼了！哎呀，竟然杀鸡了！小伙伴们，怎么样？我就说这把肯定能吃鸡啦！哈哈，快叫二师兄来看看啊！